是刚刚拍这场戏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们站在就是三楼的高处，有没有觉得很紧张？还是那个感觉是怎么样？上去跟我好。没怕没怕，其实这没什么好怕的，因为下面还有那个安全玻璃啊，海关。还蛮高的，下去真死好不好？这个都没有，我们刚刚在那个大楼上面买的可怕。对，我们在大楼，因为旁边就真的一点防护。它护栏只有这么低，玻璃的。然后六小月他就要站在上面，嘿嘿。所以刚刚那样一直玩一玩，真的都没有，这真的都没有在怕的，没有什么任何惧高症或什么之类。我没有惧高症啊。我们有。六小月没在怕的啦。我就怕胸部变小而已。对。从来没打过。没事，过网络也没关系。所以刚刚有，你刚刚有觉得自己怎么又变成是动作女星了吗？女搭仔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因为我快熬出头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们决定要开车过去，要不要坐我们的车过去现场？因为他们好像从这边到过去。